谢吼，感谢咱保安局、咱中江苏以及咱中委员吼，和团体艺术剧团有这个机会，我是为台南来大家，依然来大家演出，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首先，咱先介绍咱的工作人员吼，咱的文凭老师指导周律师周祥华，谢谢。我们舞场指导黄建明，谢谢。今天咱上吊的上重要的核心人物，就是咱的舞台总监邱亮宇，谢谢。要制作一出歌戏，确实无简单吼。阮依然，阮艺术剧团成立三冬，成立三冬吼。要制作歌戏，阮费尽心思，开钱啥物？开钱所有的金钱，阮到我都制作一出新的大戏。四月初三，阮伫依然演艺厅做一出开张新王告进，时间无介偌久。讲真呢，阮是小剧团。我无大个资金，我嘛无企业甲阮赞助，拢是靠阮阿公阿母双手拍拼去做人演员，趁钱倒来饲这个剧团。这是阮某江新阳，来查某囝来，这阿兄的这是我的查某囝，谢谢阿姨。讲真个啊，讲着想要流目屎啊，多谢咱观众遐尔啊济，多谢咱天公伯啊，甲阮斗三工，真诶！我为着要做即场饭细用，讲真诶，阮伫四月初三开张信用新行，阮诶钱拢开了了啊，开了近百万诶，到剩十外工，要制作即出饭细用，要来遮公演，我担有一个心思，我要敲电话保安局，讲我敢会使卖来演，因为阮无钱，感觉心碎啦。靠我的查某囝，四界共借钱，讲真嘞，足辛苦的，因为我真正无企业大赞助，拢是阮的上司，共借的钱，两边都可以看。哪得啊？我马上要发给他，谢谢。来，来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的老朋友李俊芳来做我第一主角。刚刚有容许我讲几句话哈，因为真的很辛苦，我跟他是二十几年的老战友了哈，跟他是三十年的老朋友啊，所以一定要来给他修订哈。然后今天呢，这个小剧团刚成立嘛，比较起步比较困难，我今天很多学生呢，差不多有八位哈，相当也很牛。都来观摩的，非常感谢啊！感谢这阿新，感谢这观众来给伊支持。各个剧团拢爱给伊支持，每一团咧制作拢足辛苦的。所以咧，咱这个庙口的文化面咧长，咱传统的歌艺继续都爱给伊延绵流传落去。尤其是这少年人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袂当唔捌咱台湾的文化，一定要给歌艺支持，够好吗？好不？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歌艺真正爱传了，既然我有一场。点点啊付出，点点啊学歌戏，对歌戏最有兴趣的学生啊，来举手，上过一台，来快，这台，举手这台，阮的学生啊，真正足认真，大家拢来阮的剧团教阮学功夫，吼，那真感谢所有的演员吼，咱的中生代演员，我们所有武行武者，谢谢你们，好。谢谢。希望有这个机会，我们明年剧团再出来台北演出好了。谢谢，感谢大家。